今日嘅事全凭夫人为小姐作主。睇嚟小姐已经知道一切噶啦。奴婢唔敢隐瞒，小姐全知道。你主婢所为，分明系全心做作，有心打探消息。请恕奴婢护主情切，奴婢该死。好啦，见你忠心一片，起身啦。多谢夫人。你就将老爷今日嘅决定话俾小姐知啦，等小姐少啲悲伤，其他嘅事不必多讲。知道夫人。你以后继续服侍小姐，等佢安心啦。多谢夫人，夫人我出去先啦。仲靓。仲有冇其他妙计啊？哎呀，本来无形官亲，你个区咁收监，的而且确个妙计。唉，可惜唔得嘅。夫人出面当住众下人，咁老夫不便强行噶啦。啱嘅，恩师有计。系，嚟，快讲，快讲。博娇，老爷，翻出去先。哦，夫人，我出去先啦。夫人，今日之事你唔好错怪老夫啊！老夫咁做，无非就为咗女儿嘅终身幸福着想嘅咋。仲话为咗女儿？你知唔知女儿今日系几咁悲伤啊？不必容佢知咩？我哋大家住埋一齐噶，点可以瞒得过佢啫？想落都系老夫短见。女婿嘅学问超卓，将来一定前程似锦嘅。而家佢居住嘅地方就喺花园嘅附近，恐怕女儿对佢太关切，就会做出啲越礼之事噃。老爷啊，我哋女儿是知书识礼的闺秀，你又何必多虑呢？咦，难道你想将女婿赶走？夫人，乜你认为老夫是个绝义之人嚟咩？女婿现居此陋室，一定会遭下人取笑嘅。你不如咁啦。你就拿200两银，叫女儿约女婿喺花园相赠，命佢喺城中另觅新居。一来等佢面子好过，二来等佢可以安心咁读书啊。呢个主意非常之好嘅，但系送银两俾佢，老爷可办啦？点解要叫女儿？夫人你真系啊！女儿的心事你都不明白的，女婿这次来到，他两个一次都没见过面，或者有很多说话要倾诉呢，我们何不藉此机会等我们两个一聚呢？老爷啊，你真是爱锡女儿了。不过你要告诫碧蓉，只能在花园相会，不能去女婿的居所的。呢个系自然啦，女儿系知书识礼噶。啊，仲有，你要话俾碧蓉听，话呢啲银两系佢私赠，吓，唔好等到世负气推辞。一来显得碧蓉佢对佢一片情深，连女婿知道咗咯，亦都会感激发奋，令到佢哋他年夫妇就更添恩爱咧。老爷啊，你真系想得周到啊！明早我去话俾女儿知，我相信佢一定好欢喜嘅。好夜啦，早啲休息啦。早唞。姑娘小姐，嫂嫂，
姑娘，可以话俾我听，话你不眠不食，咁又何苦呢？我只系想起世兄，佢处境堪怜，我执。邵夫人，你帮下小姐啦。如果老爷一意孤行嘅，我都无计可施噶。如果阿爹佢真系强行退婚嘅，我就一死以明志。你唔好乱嚟啊！系罗小姐，万事好商量嘛。系啊，既然而家婆婆肯出面，老爷又肯迁就，萧公子佢应该冇事嘅。等我抽回会试，佢得到功名，咁样你咪可以堂堂正正咁样成婚咯。哦，乜家嫂都喺度啊？罗夫人，系啊，师傅嚟探望姑娘嘅。娘亲，女儿，见到你咁伤心，我又何尝唔心痛呢？女婿家中不幸，我都好为佢心伤嘅。世兄嘅家中惨变，女儿尚可承担，但阿爹佢如此寡情绝意，女儿实在心痛。你阿爹都系爱锡女儿啫。娘亲，连你都系咁讲，咁女儿仲有咩希望啊？女儿，你唔好伤心，你应该笑翻下至系啊。仲边笑得落？唔净止为娘帮你啊，你阿爹都帮你噶。阿爹佢如何帮我？你阿爹啊想得周到啦，佢叫我拎咗200两银嚟，叫你相约女婿就原中相赠。佢想叫世兄写下退婚书。傻女，你阿爹咪应承过你嘅，佢话如果抽试之后女婿高中，就为你哋双双办喜事啦。我惊世兄佢挨唔到抽试啊。你阿爹想得周到啊，佢话因为女婿在于花园流失居住，怕被下人睇小。所以拎呢200两银嚟，就叫佢在城中另觅居室，嗰时可以安心读书啦。但系老爷送女婿银两，何不自己亲送呢？花园私会系月礼邪行，万一呢啲说话，我都同你阿爹讲过嘅。但系你阿爹话，不过借此为题，等女儿同女婿。可以一聚，又知道阿碧蓉你有好多心事要向女婿佢倾诉，所以佢话叫你啲银两咧一定要话你相赠嘅，一来咧怕女婿负气推辞，二来显得女儿心情，更加令女婿佢感激奋发，他日你哋夫妻就会恩爱噶啦。你话你阿爹系咪爱锡你呢？我总系觉得其中必另有文章。为娘可以作证，只要能够同世兄一聚，唔顾得咁多。咁你可以笑翻下啦。娘亲，多谢你为女儿做主啊。嗯。惨遭变故，又点会唔收啊？听阿环姐讲，细妹为咗余兄寝食不安，余兄实在罪过。你如今一定要节哀顺变，勤加读书，希望他日考取功名，以为令尊在泉下之灵。余兄虽然不才，但亦都知道荣辱世情。余兄今次赴试。誓要高中榜首，
以报莽夫，亦不负细妹对我厚爱。系咧，细妹，未知道今晚约我嚟呢度有何吩咐？未见之前，空有千言万语想向你倾诉，但系一旦见面，竟然全部都变咗短袖长风，我真不知应该从何说起。两心早相知，何用从头说呢？两心早相同，生死不言别。细妹嘅心意不需要多讲，如卿都已经知道。可恶！俗语话：寄人篱下，难久安身。呢度有白银二百两，你去城中另觅新居。城中另觅新居。如此，你才可安心读书，希望你秋为大捷。咁我岂不是要远离细妹？两情若是久长时，又岂在朝朝暮暮呢？更何况我哋只系咫尺天涯。我唔想要你爹嘅银两啊！呢啲银两系不容嘅私蓄嚟嘅。细妹对我似海深情。如卿真系唔知点样报答至好。你我之间有何需言啫？细妹，细兄，外荷花园私会始终系月礼嘅行为，嫂嫂叮嘱我喺交低银两、表明心迹之后，就要马上离开，以防横风恶浪。世事难料，人心叵测，你嫂嫂想得周详。咁我应该走啦，细妹，请。小姐，有茶啦！有茶啦！出茶啦！哇！咁多银两，你个大胆贼竟然私入相府偷写，拉布官！哎呀，你做咩就捉住姑爷啊？吓！我哋身上边搜出好多银两啊，定定都有雷相府嘅印记噶。系。哇！咁仲得了嘅，姑爷，你太对我家老爷唔住啦！你咁样做简直系恩将仇报啊！嚟，带佢见官。冤枉噶！我冤枉，我冇做错。升堂。全击古人，全击古人上堂。启禀大人，小人乃麟城相府管家麟宝，这个小偷贼偷入相府盗窃，当堂捉获，并且搜出银两。请赃物。是。大人，赃物。银锭上面果然有麟府印记，凡贵管家上福上爷，本府定当贼人严办嘅。多谢大人示意。大胆小贼，报上名来。启禀大人，学生并非小偷贼匪，学生乃秀才萧永伦。原来是一个在学秀才。正是。身为秀才，你居然妄起贪念，人嚟，将功名革去。是。原来是你，萧永伦，你还不下跪？萧永伦，你如何偷入相府盗窃财物？你快啲从实招来！草民并冇偷入相府盗窃财物，
咁呢啲银两从何而来啊？系还不快招？系大人，这等贱骨头不下大刑，如何肯招？啊！人嚟！有我重打西仇。系人嚟！有刑！大人，大人啊！大人啊！冤枉大人啊！萧永麟，你再不招供，大刑难受啊！我明白了，原来大人早与商野勾结，你心知肚明啊！事到如今，你招又死，唔招亦都死。读书人，士可杀，命不可辱。好，人嚟，我重重再打。系，人嚟。勇应！再胜光去，复胜就嚟。啊，老夫喺太师面前稍微提下啫，佢居然送红帖嚟。啊，碧蓉，你嚟得啱啦！阿爹有件好事话俾你听啊。女儿都有件丑事要阿爹嚟嘅。喺阿爹面前要有规有矩。对于女儿嘅终身，阿爹你太无耻无良啦！你讲乜嘢啊？娘亲话过，啲银两系阿爹所俾，你叫女儿私赠俾世兄，但系如今你竟然诬告佢为盗贼。你点知啊？宰相官虽大，但系只手又岂能遮天啊？爹咁做都系为你好咋？好？如此伤天害理之事，女儿会好咩？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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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事嚟啦！太师送上红帖，为佢嘅儿子向女儿你求亲啊！阿爹，你究竟系如何睇女儿？阿爹睇女儿是一个才女，是一个美女，是一个好听的爹话的乖女。女儿是一个不孝女，孝又好，不孝又好，你都要为你自己的终身幸福着想的。魏公子他文才武备，名震朝野，是个武探花来的。阿爹，女儿今天一定要同你讲清楚，除咗萧永麟，女儿系绝对唔会嫁俾第二个嘅。混账！在家从父，点到你不从？即刻同我翻入房。阿爹，去。老爷究竟讲咩啊？阿爹佢埋没天良，而且仲逼我另嫁魏太师之子。睇嚟老爷已经早有安排，姑爷身处监狱，今次真系难有生路啦。世兄若死，我决唔会偷生噶。少夫人，你快啲帮小姐谂下办法，救萧公子一命啦！官位权力。可以杀人，亦都可以救人。古语有云：以其人之道，还治其人之身。好，事到如今，我亦都唔顾得咁多。姑娘，嫂嫂为你撕下面皮，同你到知府衙门嗰度走一趟，闹个天翻地覆。
咩人击鼓？我要见你大人。咩事见我哋大人？有要事。咩要事？你唔配知。大人唔得闲，如非投案，听日再嚟。我而家就愿见你大人。允章，我哋大人唔系话立乱见你就见你。大胆女子，竟敢擅闯公堂。我而家就入去公堂等你大人。半个时辰唔见佢，有咩后果？你哋自悟。大哥，大哥，做乜嘢啊？外面有两位女子击鼓，仲凶神恶煞喎。系咩？喂，大人依家午睡喎。但系佢话大人半个时辰唔出去，就后果自负喎。系咩？何方女子如斯大胆啊？啊？系大人。启禀大人，有两名女子在门外击鼓，来势汹汹，就话大人你半个时辰如果唔出去嘅话，就后果自负喎。岂有此理！何方女子如斯霸道？好，我出去会下佢哋，准备升堂。系。堂下女子，你究竟是什么人？胆敢公堂捣乱？你就是梅知府梅仲令啊？大胆妇人，见到本夫人不参不跪，还直呼本府名讳，你怎配本夫人参跪啊？你的名字本夫人不单止叫得，还可以闹得。大胆刁妇，人来给我捉住他。且慢，大人，有道来者不善，看来大人应该先问清楚再发官威的位置。啱，但本官来问你，你究竟是什么人，胆敢在这里放肆？我怕说出来会吓亲你啊，梅知府。笑话，本官是两榜进士，三年知府，四方宁静，五谷丰登，六畜兴旺，七情尽显，八面威风，九响佳誉，本官自细吓大的。好，咁本夫人嚟问你，你十年窗下到底所读何书啊？当然系圣贤之书啦。咁你身处公堂，又所办何事呢？当然系造福黎民百姓之事啦。你攀附高官，残良害善，到底造福何人啊？大胆刁妇，而家系本官问你定系你问本官啊？诶，唔使咁怒气，师爷咪同你讲过嘅，叫你问清楚先再发威啊嘛。好。咁我哋就问清楚你，你哋究竟系咩人？快啲讲！咁你坐稳未啊，梅知府？坐稳啦。咁你听住咯。听紧。吏部天官乃本夫人嘅亲父。真唔真啊？祖父乃两朝元老，当今坐命，受先帝托孤嘅。唔系啊嘛。仲有啊，娘亲系皇帝嘅亲阿姨，亲阿叔乃太子嘅太傅啊。大人系今次撞板啊！伯父执掌刀台御史，长兄总管天下仓储。嗯，大人嘅俸禄都系靠佢。诶，你听埋先啦。本夫人嘅二兄乃新任浙江巡抚，三兄硬门总镇手握十万兵符噶。而本夫人就系四小姐擎蝉啊。死啦！死啦！而我丈夫正在暗察江南东路啊！我晕啦！你只不过是一个芝麻绿豆咁大粒嘅知府啫，又岂敢张手真拳嚟猎虎须啊？我今次真系实死冇生啊！原来佢一门三绝啊！你岂敢口出胡言？飞下！本官只不过话夫人一家官位高绝，权威大绝，声势恶绝啫。你惊嘅咩？惊。怕了喎，怕。咁请问大老爷，你应该点做啊？知。一嚟有立即端椅，系端椅。诶，夫人佢嫌手粗啊。哦，好，就等本官亲自端椅。一嚟，嚟，夫人请坐。请问这位小姐是？是我家姑娘。哦，小姐请坐。
请问夫人年嫁亲临有何吩咐呢？啊，夫人你讲嘢讲得耐咗，好干啊！哦，啱嘅，啱嘅，啱嘅。一嚟，奉茶，奉茶。等本官亲自奉茶。夫人，请茶。小姐，请茶。夫人，请开言赐教。好，咁本夫人问你，萧永麟究竟所犯何罪？请问夫人，萧永麟乃府上何人啊？佢系我家姑娘嘅未来夫婿。原来小姐系麟城上千金。既然你知道嘅，咁就好办啦。姑娘你实在太老实啦，佢又点会唔知道萧永麟系上府女婿啊？好啦。你唔好又咋咋地地啦！我再嚟问你，究竟萧永麟所犯何罪？佢喺宰相府盗窃，当场俾人搜出赃银二百两啊！夫人，二百两银？嗰二百两银系本小姐所赠噶。吓，那系小姐所赠，点解萧永麟喺堂上唔肯讲啊？萧公子喺堂上并冇讲到出嚟。系啊。好啦。既然而家事情已经明白，咁梅知府你又点去处理啊？夫人、小姐，犯人咧由相府送嚟，兼且堂上佢并未讲出赃银嘅来历，本官只能够依律法而办。唉，律法唔系儿戏之事，请夫人要体恤下本官啊。好，咁本夫人亦都唔再为难你。不过如今姑娘想去监牢嗰度探望姑爷，唔知梅知府你又准唔准去咧？牢房污秽，怎可以奉迎年嫁呢？事在人为嘅啫，你可以命人打扫干净，铺上红毡，奉迎年嫁。啱啱啱啱，人嚟，立即打扫牢房，铺上红毡，奉迎年嫁。系。夫人，开门。啊，萧永麟啊，有人喊你啊！萧公子，细妹，你点可以嚟呢啲地方啊？细兄，唔通你可以嚟，碧蓉就唔可以嚟咩？而且今日有飞嫂嫂帮忙，碧蓉都冇办法入嚟呢个间房。多谢嫂嫂。姑娘一听见萧公子你被屈辱收监，心胆俱裂，痛不欲生，所以我先带佢嚟探望你嘅啫。可怜细兄你遍体鳞伤。你究竟如何捱过去？那个狗官实在太恶毒了。系啦，细兄，喺公堂之上，你为何唔讲出啲银两系碧蓉所赠噶？讲有咩用啊？点解会冇用啫？放在我公堂之上讲。你喺公堂之上讲咗，咁样只怕会有损细妹嘅清誉。细兄，你为咗碧蓉嘅清誉，所以宁死不讲。难道为了碧蓉的清誉，你就甘愿含冤受死吗？但你可曾想过，一旦细兄遭遇不幸，碧蓉亦都不会偷生的。细妹，我值得你咁做咩？唔通你的心意是点？你到而家仲唔明白？细兄啊，你应该还自己个清白噶。方才我公堂之上讲了之后，那个狗官。已经被嫂嫂问得无言可对，无言可对，但系有势可恃。有人偷我宝扇，诬我盗银，早就已经全心置我于死地。究竟系谁人如此恶毒？等我话俾阿爹知。小姐，你咁仲唔明白？要害萧公子嘅系老爷啊！嫂嫂。细妹，所谓进退思利看，成败论权势。永龙只不过是个落拓书生，自问再无活路，但希望细妹你节哀顺变，珍惜芳年，金如卿就可以安心。细兄啊，碧蓉唔系早就已经话过，心执共对，死亦成双。碧蓉系绝对唔会偷生的细妹，细
你，少夫人，你快啲为佢想个法子啦。我正在想噶啦。禀告大人，上府有人求见。哎，有请。是大人。哦，小人参见知府大人，未知恩师有何吩咐呢？相爷差小人传话，为免夜长梦多，请知府大人今晚在监房将萧永麟处死，就报他个暴毙身亡，不可有误，小心打劫。话望你回复相爷，你话弟子遵命。小人告退。唉，真系一波人一波又起啦。唉，咁都好，等呢件事早啲可以解决啦。但你嗰只老虎乸仲未走喎，本官真系要小心为事。未啊，姑娘，我谂过噶啦。老爷既然如此狠心加害萧公子，而梅知府亦都有恃无恐，咁嘅情形，我睇都难以得救萧公子。细兄，姑娘唔使悲伤着急，等我翻去外家同父亲商议，再请当日做媒嘅刘大人作主，再联同几位大臣出面，希望老爷收回成命。不再胡作非为了。嫂嫂，这样做只怕会损害令尊大人两衬交和气。事到如今也都不顾得那么多了。更怕惊动众位大臣，到时各不让步，一旦传入宫中就会影响丞相的官声。老爷这样对你，你还护着他的官声？他到底都是细妹的爹。萧公子你宅心仁厚，上天必定保佑你。等我回去跟父亲商量，看看可不可以想到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法。叔叔，那你要催促回啊。我知道了，不过就要委屈萧公子了。弟兄，你暂时要忍耐一下。叔叔，细妹你们放心，我可以忍受。不过我都是不放心。有了，我哋先去见吴知府。我哋行啦。下官恭送夫人小姐。吴知府，下官在。如今我家姑爷在你笼中啊，下官定当好好照料佢。唔单止要好好照料，仲要小心保护。下官知道。我再一次向你清楚声明，若我家姑爷稍遭苛待，要你乌纱；稍有损伤，要你性命。下官知道。我同姑娘明日会再嚟探望。下官知道。你走啦。下官知道。下官知道，下官知道。大人，何事叹气？师，你知唔知道，而家做官真系难为啦。大人乃一方之主。何事为难呢？你知不知道方才丞相传言
我要本府今晚喺狱中将萧永伦处死，然后报佢一个暴毙身亡。照办就是。但你刚才亦听见夫人临行所讲，如果萧永伦若有损伤，本府嘅人头落地啊！照办就是。师爷，你左一个照办就是，右一个照办就是，你知唔知道啊？萧永伦未死，本官就难保性命；但萧永伦一死，本官就性命难保。你话做官系咪真系好难呢？大人，做官又有何难呢？只不过大人未知做官巧妙啫。本府为官三载，我点会唔知道巧妙呢？大人，知而未尽啊！咁还请赐教，大德难忘。有功劳，有正职者，尽揽上身。本府一早就知啦。有过失，有为难者，向下属尽推。推？嗯。好主意，点解本官一路都冇谂到呢？大人，如今未迟。嗱，人嚟！即刻全监堂下七。系大人，大人，卑职不便在此，请大人擅自为之。好，请退。阿七拜见大人，未知有何差言？阿七，刚才相府传言，要本府今晚喺狱中将萧永伦处死。然后报佢一个暴毙身亡，小人即刻去办。诶，咪住咪住。但系刚才夫人临行之前，头先嗰位夫人，佢嘅娘家亲戚全部都系朝上大官。佢亦临行所讲，佢如果萧永伦若有损伤，本官嘅人头难保啊。这有何难呢？大人喜欢点做，小人自当去办。乱讲！本府如今命你，是叫你去办啊。是，下官即刻去办。诶，阿七，你身为监头，亦系本府嘅属下，你应该同边个办事呢？当然系替大人办事啦。好，咁如今本府命你，按照相爷嘅意思去办。可以。诶。但你亦要按照住夫人嘅意思去做噃。如果你做得好嘅话，就重重有赏；如果办得唔好嘅话，你就人头落地啦。仲唔速速去办？小人遵命。喂，七叔，你翻嚟啱啊！头先嚟探监嗰位小姐咧，就赏咗我200银，我买咗和好酒，一齐饮啊！话我就嚟冇命饮啦！哇，咩事咁严重啊？大人同我讲啊，丞相大人传咗口信嚟，今晚要将萧永伦处死喺监中，仲要造成佢好似暴毙身亡咁。呢个容易啦，等我帮你办。嚟饮酒。听我讲埋先啦，大人仲话方才嗰位夫人，佢家中嘅亲人啊，个个都系朝廷嘅命官。临走嗰阵，佢仲交代落：如果萧永伦稍有损伤，大人性命都难保啊！咁系大人嘅事啫，唔关你事，担心做咩咧？弊在大人要我去办呢。又要听丞相大人嘅说话去做，又要听夫人嘅交代去办，做得好当然系重重有赏啦，办得唔好啊，人头都不保啊。咁啊，真系几难。所以话咧，做官啊就要做大嘅好。呢个唔使你讲都知啦，根本就系大石砸死蟹。石砸死蟹，大石砸落嚟，你夹硬顶住，梗系砸死啦。你可以避噶嘛？点样避？丁斗咁细个监房，你叫我避去边？咁老到骨头啊，总有弯转嘅。
又彎轉。俗語有話：好女就兩頭門啊！我哋係同佢嚟一個好官兩頭順。咩好官兩頭順啊？我哋今晚偷偷地放咗嗰個蕭永倫，然之後咧就報上佢話佢瘟疫而死，屍體要即時火化。大人心知肚明咯，點會追究落嚟啊？咁如果夫人嗰邊追究起上嚟，嗰個蕭永倫而家身受重傷，如果出到去，好易俾人發現。你找一個隱蔽的地方，準備定多些藥物啊、食物啊，咁樣叫佢靜靜療傷。如果夫人要追究的話咧，你就暗中話佢知，到時話唔定重重有賞啊！哈哈哈！好一個好官兩頭順，咁你而家放心飲酒啦。好，嚟飲過，嚟，乾啊！相爷命小人传话，大人办事有功，应该重赏，已经行文吏部将大人破格提升啊！多谢恩师，烦请魏管家回禀恩师，你话弟子多谢栽培，多谢栽培。啊，小小意事不成敬意，多谢大人。咁小人先行告退啊！哎，唔送唔送，万幸万幸。有功尽难一心。哎呀，大人啊，大人啊，不得了啊，大人！咩事啊？大人啊，不得了！哎，嗰个老虎乸，个老虎乸夫人又嚟，佢个牢房，佢话唔见咗萧永伦啊，仲怒气冲冲咁嚟啊，佢要揾你啊！哎，有请吓，哎，我遵命，有过尽向下属推。胡知府，下官未知贵人小姐驾临，有失远迎，望其恕罪恕罪。我唔想听你嘅好言，只想问你嘅坏品。啊，本官为官清正，何来坏品啊？你不必多讲，快啲将萧公子交翻出嚟。